丽萍，我听说呢，有一些年轻女性开始有这个闭经的情况了。哎，那不是更年轻女性才会闭经吗？如果年轻女性也闭经的话，会不会危害健康呢？能不能医治呢？真的不清楚哎。没问题，待会呢，我们请中医师来到节目为大家一一解答，记得留守喽。